跟啊、哦，那我会认识安禄山，是因为美玲老师的推荐哈、哦，谢谢美玲老师，好、哦，那也谢谢安禄山公司给我这个事业的平台，让我顺利晋升优秀地区的。记得十几年前，假如说大家有印象的话，在南投一次大地震921，啊、哦，因为我先生是从事游览车的状况，那因为那一次的地震，让我们的收入顿时锐减，所以又有一次也因为他的工作意外受伤，让眼睛差一点失明，啊、哦，所以在那个当下。我就一直在想说，我一定要找一家可以让我依靠一辈子的公司，因为一个不稳定的工作真的是自己时时都要提心吊胆，所以我一直在想，一定要找到一家很好的公司，啊，一家很健全而且产品是最好的公司，所以那就是安禄山，我找到了。好，那这次会晋升优地。其实是我这六年多来的努力，哈，还有我们去年公司推出的保健食品，哈，那因为去年也因为我的两个亲人哈因病过世，所以我清楚知道，哈，没有任何事情比健康来得重要，哈，所以我就。想说这么好的产品一定要赶快去让所有的人都认识都吃到，把身体照顾好，所以就借由这一次的栽培订单，我 也因为栽培订单的关系，我也顺利上来。对，好，那顺利上来不是我一个人能力所及啊，就是其实是我所有的组织成员他们也很努力。那因为哈，我很喜欢学习，那保健这一块我从来没有涉猎到，因为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吃过保健食品，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学，那把学回来的一些经验去分享我的组织，就是干部，然后再引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分享啊，因为像今天也有来到现场，我婆婆曾振宇，她是不识字的。你说你要邀请她去上课、上周会，已经不能听无，那她怎么去学呢？我就一定要用她的方法，用她的话术去引导她去推荐。所以呢，她去年这样一整年下来，她也推广很多，就是给很多人吃保健食品。好，对，所以我希望说借由就是。啊，这一次的分享，那这一次的晋升，再让更多人认识安禄山，让我的所有组织成员的收入增加。哦，既然晋升了，就是自己责任也更大。哦，那我也要让，就是说更多还没有用过安禄山产品的人，全部都进来用安禄山的产品。对，让他们的身就是心体机都达到平衡，而有美。就是健康美丽的人生，谢谢大家。